是四季，天不爱光流，所有喜欢不必再多层，为你而来才寻到方向，非你不可。季晨，我去了卫生间，想回房间，但是找不到路，看不见。原来他眼睛一直看得见。季小姐，你怎么能？周爷，你现在把他处理了，就能最大程度地挽回宋氏的声誉，还能让我们这批老雇主相信，出了问题，你不会因为护短而抛弃雇主。周总，你我合作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处事原则，雇主重要，我的人也重要。我们今天犯了错，你要什么补偿尽管开口，但是我的人我怎么处置我说了算。护短是吧？好，那我也来护个短。我这几位兄弟在处理你这件事情上面都受了皮肉之苦，你替他们还回来。好，头家。没事。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次行程泄露，导致我一个大单被对手公司撬了。为了挽回损失，我要你手上安保公司的控股权。周总，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承担，您大可不必这样。好。苏思普，周爷，带季小姐回屋。是。从落人迷惑到恰似瞳孔，我们又相遇，汹涌人海中，激动你从前的懵懂，一直到后来。季小姐，看到头家为你做成这样，后悔了？头家真是引狼入室，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？对不起。留着跟头家说吧。我们的爱站在回来，回来。世界小的像一座苏思博，我们也相遇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汹涌人海中，马上就睡了。你还是烟火还好吗？没事，他们无非就是想借这件事多分点利益罢了。苏思博，这件事都怪我，是我害你。不怪你，你放心，有我在。
要想太多，你不想说的事可以不说。他知道我眼睛看得见，也知道我背叛他，但只字不提，甚至连一句责骂都没有。这样的他当初怎么会对我们下手？这里面是有什么原因？医疗团队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现在就出发。奶奶，再给我一个小时回来，一个小时就好。四婆，我很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等你想好了，明天放学前来这里给我答案。季晨，我磕到腿了，来找我那天给你的爹打药，但是我没找到。是被周总带来的时候受的伤吗？嗯。你说过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不要乱跑。苏思璞，你这样我会当真的。我们的爱正在回来。回来。 Love is back。
去爱，命运安排为你而来。 Love is back, Love is back, 不再追人，任人风尘。 Right now, right here, Right now, right here。Right